年29岁的前无线新闻小花袁元玉在去年5月离开无线新闻部，转投安老行业。估不到一向走甜美文青路线的她，近日突然上载一张爆机照，令到网民极为惊讶，纷纷留言讲话小玉估不到咁有料。而袁元玉的混血健身女教练 Sophia 魏楚燕原来大有来头，是亚洲最年轻的国际健美总会职业选手，超性感身形简直抢晒镜啊！